没有，另外一条，这样子它的振幅才会到中间压下去，然后上来。建成圆环这边，上次来是骑小二，这把直接骑到半大道城，我刚刚本来想买一个早餐，哎，对，这车还没有很熟，没办法，不太想中途到办公室就在想。现在时速是23，它极速大概可以到24。那这个表永远都是26，好，现在25。好，现在在大道城外面的河滨哦。哦，在这边我比较敢这样子拍啊，在外面太危险。那我觉得它比较像自行车，然后不像滑滑板，你要注意的事情比较多。它的确注意的事情比较少，因为你就坐着这样骑。但是它的自由度比较低，哦，自由度比较低。速度，刚刚是极速大概是25左右，哦，25左右，然后刹车并不太灵，刹车不太灵，所以当然应该是可以调啦，但我目前是没有调，哦，刹车没有很灵，然后速度还可以，速度还可以，就是你不要像我现在这速度大概是，还没有。现在时速大概是15公里左右，哦，所以这样的拍还 OK。那现在时速是17。那在表上面看的26，参考就好了，不准。这种车呢，不要买三轮的，因为三轮像刚刚那个弯啊，你如果是三轮车，你弯不过去。可是两轮呢，你可以靠身体去压，你转弯的那个角度会比较大一些。像旁边像很多那个水鸟，那像这种电动代步车啊，我觉得它是方便啊，但是骑的那个。骑乘的地方就要比较注意，因为毕竟它两个轮子就会很容易被当成你就是一台自行车之类的，所以你尽量也不要骑到大马路上面。那我刚刚一路来都骑那个自行车道就还好，但是台北市的自行车道它没有从头到底，像刚好我骑到那个
快靠近大道城这一段的自行车道是断掉的，那目前骑乘是 OK， 那它的价位在一万出头啦，就觉得代步算还可以，不要骑快。总之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让你代步用的。好，我已经骑半个小时了，这远比我搭捷运滑板加捷运慢，我的滑板在这里面。因为我晚上有一个咖啡的课程，第一天上课，我不想骑这个，因为骑这个到捷运那边很难搬，而且进捷运好像还要套套子，不方便。我还是会滑滑板，但是今天主要是昨天那个朋友吧，这头把他送到我家那边去，然后我知道这个我如果直接进捷运的话，尴尬，因为自行车，像我以前骑 Strada， 我进捷运站我要套套子，那这个你看它的把手这么宽，不可以折，所以很容易被站务人员当成自行车。我不想造成那种尴尬，所以我还是直接骑。不然老实说，我明明半个小时可以到，我这样子，我预计可能要花一个小时才会到半小时，超累。总之，我觉得这种代步工具，不管是滑板车、独轮，或者是像这种电动自行车、电动代步车，你还是要看场合时机去选择。不要想说我要一台吐到底，像这个就比较适合那种河滨悠游骑乘，对吧？那滑板我觉得比较适合是板城接驳加大众交通工具。那独轮呢是比较适合点对点，它的防守区域、它的活动区域会比较广，但是它比较难骑。10点，好，我不继续录，我直接到办公室去。来一个烧饼蛋，对，拿一个饭团，糖再少一点，不用，对，烧饼蛋就好了。烧饼蛋还有一个饭团，加蛋吗？哎，不用不用加蛋。20。啊，超热，超热，大概47分钟，那移动距离大概40分钟。均速15。3:01，我待会有个柯先生啊，因为我已经帮他修一次，那后来我昨天帮他修好之后，我是发现这个马达线啊，有一个这个他们滑板厂称这个叫霍尔线，那这个线呢是控制我们滑板马达前进后退的那个顺畅度，那它的那个线头这个地方啊松脱，那造成有一点点接触不良，所以它在滑的时候有时候会顿挫，就是跟这条线有关。那我处理方式就是把一个后轮架拆掉，因为他跟我约3点，应该快来。拆下来，待会帮他换。那这种情况很少，但是这一批的电机，我发现它这个接头啊，这个接头，他们用机器打上去之后呢，没有再上胶，所以你插拔的时候很容易这接线会掉。对，这是我改一年多来最近这一批遇到的问题。那另外刚刚也修了一块。这是蔡先生的上礼拜寄过来给我，我测了2天，放电都正常，可是我在猜是因为没有负载，也就是我没有上路滑了。我如果上路滑的话，
可能那个状况就会发生。那解决方式就是我把它的主机板跟电池都换掉，因为一定是这两个其中一个。但是我怕万一我只换电池，它滑一滑之后又一样，那它又要寄回来，这样就完全没问题了。所以今天会修这一件，待会还一件那柯先生手牌。啊，对，我刚刚有po了那个，因为一直有朋友在问冰滴冰酿，这个是冰滴冰酿两用壶。哦，那个 Driver 家公司说已经可以出货了。啊，这是他们新产品，是方形的冰滴壶。那另外是我每天在泡那个黄金流素，哦，这个在七月底都正式都供货了。啊，这是还有一个蓝牙的不锈钢保温瓶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要等那柯先生来。然后今天晚上我要去参加一个咖啡课程。对，是那个 driver 这个业务一直找我去，他说免费，然后一个月有八堂课，第一个月有八堂课，然后第二个月会剩四堂课，总共要上十二堂课。那主要是讲虹吸，啊，虹吸，因为虹吸我蛮弱的，所以我就好啊，可以去上上课。哦，很久很久没有上课，好，大概是三点四十啊，他到楼下。嘘，哦，上来，他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线里面控制的时候，他的那个讯号不是那么稳定。现在又没有，可我刚刚试是的确会咔咔咔咔。好，把轮子换掉，试看看。好，把它的电机换下。其实它电机轮本身没换，是这个接头。这接头会接触不了，不过我们自己没那个技术，因为那个太细，他们是工厂是用那个机器整个那种打进去，你用手工打，把它的修好了。今天是维修日，这一块是 i3 Plus， 它放在我这边一个多礼拜，我今天帮它修起来。没问题，好，大概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时间，我要出去一下，要去买一点东西。然后待会六点钟就要走，比较好收还是比较好？我是说这个，哎，高度啊，高度一样，是因为轮子可能有差会影响它。我觉得它好像有高一点点。我拿来看，因为比较重的。对啊，它好像14公斤，你的12公斤啊。差这么少吗？对啊，而且因为你放的地方是你这里比较高。就拿起来擦。对啊，你这里比较高，你是拿，你现在都拿这里的。哦，昨天抬上去好重。我骑一下啊。好啊，你骑骑看。哪边骑吧？哎，我们一起骑好了。我要去十元商店。嗯，到了东区。那我们郊外骑，郊外骑啊，郊外骑。郊外怎么走？啊，加油。找随燕的手套，还要买瓦斯罐，我要灌那个炉子。哦。眼前三 A 专案，皇家套房跟尊荣套房我都可以。那我们排定挪威森林。前面有卖那个可以灌那个小瓦斯炉的那种瓦斯罐。打火机用的。对。有啊，左边那一条，只走到中间。好。好。他为什么不拿到办公室啊？因为他家住那里。他家住在附近，对啊，要不要再起交换？你要怎么弄？对啊，就走了。放我袋子里啊，我手拿就可以了。我放我袋子里啦，你手啊，这样危险。放我袋子。从这里啊，从这里开始
到底啊，哈、哦。没有，那要你背包包。好，我背包包，我背包包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才对。不然你已经吃亏太多。对啊。你这包了不起十公斤？没有啦。我刚才从后面看啊，觉得冷好像浮在轮子上面，就是太小台了，就是车子小台，对啊。好，来，准备了。开吗？危险吗？可以啊，就这样拿着而已啊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预备。好，开始啊。一、二、三 ，Go。好，起步了。好，我起步已经赢你了，拜拜。标准赛道，三条线，欸，我好像三次的位置都差不多，欸，装车带看看。平常没有骑那么快过，对不对？不，对，不过都是吹到底。对啊，好了，拜拜。其实主要是去买瓦斯跟手套，我刚好遇到我朋友。5:52，5:52，我刚刚出去跟我那个朋友阿尼绕了一大圈。对，主要他因为他先买那一台绿色的，然后他知道我昨天试的这台轮子比较大，他想看一下。那我们刚出去这样，大概我觉得两台的电机应该是一样的，但是轮子不同，然后载的人体重也会决定速度。像我们两个交叉过，交叉交换骑，就是我都可以追上他。那表示什么？表示就是因为我的体重比他轻，那我们两个几乎都是吹到底，骑这种车几乎都是吹到底。他吹到底就是二十出头，不会多快，不会多快。但就代步性来讲，还不错。但是折起来之后不方便。我觉得他是试了点到点，可是你如果要再转乘的话，他就没那么方便了。哦，我们刚刚在蝴蝶景观公园，我朋友之前都骑 Strada， 所以他有那个车照。以前我们在骑 Strada 进捷运也是3秒收折，然后盖车套拖进去这样子。
我这样子通勤也好一阵子哦。只是后来我觉得麻烦，对，所以我是不太可能走回头路了，再搞一台这个再去上捷运不会。但这台如果你说我如果拿来使用，我大概就是像刚刚这样子出去买个小东西啊，或者买下午茶，这样出去是 OK 啊，把手可以掉点东西。可是你要我拿它来转换捷运，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喜欢了。然后我待会六点要走哦，下午茶。就是昨天那个 John 送我的那个日本的牛奶蛋糕。哦，那台代步车，算是新的啦，厂商连文案就是网页都没有，有规格。对，但是我想要再问细一点。然后充电充蛮久。充电充蛮久，它的电池容量大，电池好像7000多毫安，可是他说可以滑20几公里，我觉得应该没有，但是我还没有时间测，因为我从我家骑到这边8公里，它就剩电压就只剩35啊，电压剩35的话，照理说是已经低电压了，对，那这个有待确认，有待确认，好，下场。好，我先走，再麻烦你关。哦，拜拜。180号之后，我又往回滑，又滑到那公园那边，然后来回滑2次。啊？你说客户啊，然后我姓董啊，我姓董，对，是开始了吗？客户，你好。妈，你还下来挑战的、啊？没有啦，没有下来挑战。代数，就是那个四种，第一种就是前后的那个这样子，这个是扇形，或者半圆，半圆，或者 S。就先练这四个，那个后面那个其实。无心永远要在无根心上面，火心上面。有没有看到气泡？上水。有没有看到气泡？有。旋转的时候，连下面一起再带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停。假如你只坐上面，只有上面在走，下面还是直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对。所以你就会过脆。为什么？因为粉都在上面，它没有整个带动。好，我叫你们停的时候，棒子就放直，不要像有些人放这样子。然后刚刚我们是不是有做铲的动作？看老师铲啊，有没有一条线打出去？有。哦，气泡是往上还是往下？往下。往下。有往下。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好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就是同时出现三条线，就是你第一条上去的时候，第三条就消失，维持两条线。假如你维持两条线，就表示你是三条线，听得懂吗？好，你看哦。
另外一条，这样子它的振幅才会到中间压下去，然后上来。好、嗯，这是最好的均值，它对平衡是非常好的。好，看气泡了，我做挺盈的动作，拿起来我做 S， 气泡还是直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嗯、有没有看到？嗯、它不会乱窜，不要，千万煮咖啡不要这个样子煮，我法度这样子煮。这样子就跟我们的洗衣机，它会变有腰身了，它气泡更细了。当气泡越细的时候更危险，为什么？当气泡越细的时候，它会把水带进咖啡的洞隙，我们叫咖，我们把它简称咖啡分子里面挤。你气泡越细，带进去的东西会越多，挤出来的东西越多。就比如说我们在手冲咖啡，它的蒸粉的过程当中，它的水，因为你水热水下去，它进入咖啡的，所以它膨胀，有没有？对，会这砰砰砰，对不对？吸饱水它就破了，所以才开始充足。这个就是分子一直在挤进去。不新鲜的豆子，不新鲜，它里面的高分子，你们上过肖老师的课，它们的高分子都已经不见了，它的空隙，咖啡豆里面的缝隙全部都没有东西，所以它粉是撑不起来，它不会有蒸粉，它就是永远死在里面，躺在里面给你看。好、哦，那下一堂课四个新生就是做这个，老师亲自会教。哦，那他们教你们是他们上课课程的一部分，就是带动你们做第一次的八种的练习。哦，虽然这没有，这不是考试，这就是让他们知道很多东西要教你才会跟人家说。假如你不教，你不说，我告诉你，永远都不会。好，记得阳火既燥，阴火既虚。水不三沸，为什么要离开？我们并不是要喝沸的水，啊。好，有没有看到泡沫？有。啊，萃取很完整。我们要让它的气泡是一起转动的，有没有？停。有没有看到那个线？有。有没有看到两三条？有。撇的时候，它的粉也是一起转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假如里面有粉的时候，它就是一起转。假如你变成这样子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有腰身，有腰身。咖啡啊，酸甜咸苦四大原味，苦跟涩往往在最深层。你过度跟水接触越久，它释放的会越多。所以当我们选择，我们不要我们选择，我们选择不会选择重培。但是只有重培的时候，你怎么样把它煮成中培？有中培的时候，你怎么把它煮成浅培？这就是你咖啡师，你才是真正的咖啡师，你懂吗？因为你会调整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拿到中培的豆子，我想煮到浅培，我怎么煮？啊，有人回答吗？直播就好。来讲。时间变缩短。然后呢？对。磨粗一点。刻度可以调整。接触的时间可以调整，挤压的方式可以调整，这就是咖啡师啊。好，第一杯煮出来，哇，煮了，好，煮出来了。嗯，小姐，这个咖啡有点苦，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怎么做？来，有点苦，喝度，嗯，还有呢？讲啊，时间缩短。用一点心，反正就这几个月，我们把它撑过了，我们大家都把咖啡做好，哦，很多东西是可以调整的。啊，小姐，这杯咖啡很水耶，水感很重，怎么办？细一点，煮久加茶。讲大声一点，没有关系。煮的时间拉长一点。好，第一个，拉长时间。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刻度假如也调细的话，嗯，你同步做你就死了。嗯，做咖啡第一件事情，老师刚刚讲的，要有美德，要有智慧，不要贬低别人，提升自己。嗯，有机会常到外面喝咖啡，你们来不来我这边喝咖啡？来不来我这边买东西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卖材料的，听得懂吗？我不会卖你任何东西，哦，烘豆有烘豆的条件，就是这样子。取消了你要吗？老师我要这个，让自己去买，我都不知道，
我都你问他，我从来不卖东西的，这是这种传承，它不是买卖。我也没有那么高尚啊，因为你们的钱是有人帮你们付，所以你不要认为你们今天来上课是没有钱，你们今天站到一个肯学咖啡的名额，你们要负责任的。好，第一堂课都没有关系，你下一堂课人不要来，你说啊，那我不想学，老师太鸡肋，好，那你就不要来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就不要来，我可以补一个名额上来，对，只能做单一调整，记得。好，我们判断豆子，你们出去别人的地方，别人的店。不要轻易喝咖啡。第一个，什么东西不是你的？磨豆机，全部都不是你的。对了，对。好，可是你非煮不可，怎么办？啊？自备水。你去买水，我来煮。买什么水？买单一纯净的水，就是纯水。好，老师教过很多学生，有优秀的，有很优秀的，但是几乎。最后从这边毕业的都不会煮一杯烂咖啡，这基本上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大声？以后你们会知道为什么这么大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因为到时候你在煮咖啡，下面有二十几个人，外面有十几个等在排队的，两个考官坐那边，我看你紧不紧张。我不大声你不行，只要吼过了，我告诉你，谁在你前面都一样。听得懂吗？懂。好，你们要习惯，就跟男生当过兵一样，为什么要快？就让你记忆念念不忘。好，记着，动作、救生，把柔软度跟情感放下去；新生，把动作先做好。好，了解水，一沸水、二沸水、三沸水，我们会慢慢教。好，慢慢教。滑离开有没有？然后温柔一点，咖啡不能爆煮，让它同时在旋转，有没有？假如我们今天直接煮咖啡，你看不到它干嘛？它在干嘛？其实它水这些气泡是怎么来的？泡沫，像我们在你们在煮，我在那边看下来的时候，泡沫就知道这杯咖啡苦的。啊，这杯咖啡好喝，这杯咖啡怎么样？有些东西是可以看的，用眼睛看得到的。听得懂吗？好，最后一点时间，我好难混，才八点十分，把基本动作练好。下一堂课礼拜二，只有我们五个人，他们这些闲杂人等不会来。好，他们只有礼拜四。那好，我这边也可以，这边也可以啊，这边也可以，路比较大条。对，好，我走了。好，拜拜。OK， 好，拜啦。四个月 ，OK 了。好，拜拜。9:31，哇，这咖啡课不简单呢。那个老师好凶，但是一开始会觉得怎么那么凶，但后来习惯就觉得还好。好，明天有空再来分享，今天到这里。还是第一名耶，好乖，一下好乖一下哈，还是第一名。他是顺路找我，你顺路找我的吗？你顺路找我的、啊。